就像美国各大城市之外哦，每个城市都有比较特别地方，有中国唐人街、日本城，什么都有。这一块呢叫做 Mission District， Mission District 其实就是我们称的墨西哥城哦。那因为早期呢，大概60年代很多墨西哥人呢搬来这里住哦，所以把这里的文化、饮食什么都带进来这里。那不过近年来呢，因为当初的80年代那时候的租钱呢，房租呢比较便宜哦，所以至今呢，很多年轻人的高科技人都搬来这一块住，那把这边的文化整个都带起来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充满了很多的文化气息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最重要呢还有很多很特别的店面哦。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块的地方，原因是你真的是到哪一个 corner， 到哪一个角落，你都可以看到艺术品。像这边有很多很特别的 gallery 啊，然后有很多很特别的地画啊、表演啊，或是甚至很多一点点小小的细节，其实我都觉得很有特色。This is like home to me， 像是我的家一样。I love this area， 太特别了。